哼，眼哪出，眼瓮中捉鳖。嗯，英雄，我劝你回头是岸，别在我燕子卖命了。我呸！谁给老子饭吃，老子给谁卖命？安公公对你我都不薄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可知道翁振和安公公私下的勾当吗？ 他们私下勾结窝贼，密谋造反，你既然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应该与我一起联手铲除奸佞。哈哈哈哈，你个蠢货，你以为大明还有救吗？现如今翁公公已经大权在握了，识相的话，把名册交出来，我在安公公面前美言几句，兴许还能留你一条命。哼，想要花名册。 别再执迷不悟了！执迷不悟的是你！
个逆贼，平常咱家对你不薄，你敢叛我，给我杀！快走！给我追！给我杀了！站住！我奉劝你乖乖归顺于我，交出名册，兴许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玉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劝你还是归降吧。阴贼，你竟以翁镇望子狼狈为奸，残害忠良，今天我要你狗命。少跟他废话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给我杀！我们一同归西，给我上！Yeah!
当你遇到强劲对手的时候，一定要集中精力，打其软肋。打其软肋。壮士相救，快请起。啊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不必引线。